了，感觉超级壮观的哦！哇，漂亮，超大的耶！大家要穿防滑鞋来哦，因为会越过溪谷，所以要穿鞋，不能穿错溪鞋。水很干净哎。云森瀑布步道不算长，途中会有一点溯溪路段或是石头路，切记务必小心行走。石头路面皆很湿滑，记得找好踩点踩稳再前进。有一点风景了，天气越好嘞。目前为止还行吗？不知道怎么爬的，裤管超脏的，他可能刚刚偷跌倒了，来看你的裤子。过了小溪流之后，路段开始缓慢上升，从平缓路线变成稍微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路段，但都不会太难，是适合大众的路线。那 AD 现在没负重，超爽，松歪歪。水声越来越大了，哇，好帅哦！有点太大了吧！这个桥好帅哦！走啊！此路段虽然有绳索辅助，但没想象中牢固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若有携带小孩，要避免单独行动，以免跌落溪谷。大家要注意一下溪流状况哦，因为水如果暴涨的话，这个桥是没办法走的。有一种原始部落感。有蜻蜓哎，好好
多金，什么负离子，感觉超级壮观的哦！哇，漂亮，超大的耶！啊，你们知道吗？瀑布周围有大量的负离子，对人体有相当大的益处。负离子是全效型的天然保健因子，对自律神经、呼吸系统及免疫系统等都有助益，因而赢得空气维他命的美名。而近年来，负离子也广泛运用在家电产品上。来观赏瀑布时，赶快多吸几口空气吧。还要20分钟，上来之后就是到瀑布的最顶端，然后可以继续再往上走，但不知道有什么。刚刚那个步道再往里面走，这里就有再看到一个比较小的瀑布，然后这里水流还蛮湍急的，哎，这里地板很滑。现在来的独木桥超多人，回程整个被塞车了。大家可以早点来，这样瀑布跟这个桥都会比较少人，不然就是要塞在这。